这个得用手搓一搓。哎，对对对，嘿，这样，放那儿吧，放那儿吧，再见。啊、哎，对对对，哇，哎呀，岁数还没化呢呀。那个请进。啊，叶老，你来了。作为一个重视营养搭配的运营总监，你在不喝不吃的情况下在外面跑了一天，导致自己身体脱水住进医院。好，非常好。你说，你让我们红喜佳慧的脸往哪儿搁？对不起，我就是一时太着急了，以后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。嗯，你要再敢这样，我就把你带回老家去，让你爸妈好好看着你。苏星他没事儿，昨天我让他回家陪陪他母亲，毕竟他家里也很担心他。一会儿他应该会过来。你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？我给你抢啊！你呀、啊，以后做事别这么莽撞了，知道吗？嗯。还有，记住了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自己的安全才是第一位。尝尝看，包了一百呀。来。谢谢。哇，好香啊！好香的，多喝点啊！哇，好喝，不愧是叶大师。嗯，小安。嗯，如果哪天我也消失不见了，您会这么奋不顾身的找我吗？你和苏星不一样，苏星这个人太情绪化，而且他一直高高在上，被人捧着。突然遇到挫折，我真的很怕他会想不开。你呢？你永远是那么沉稳，这么有自信。所以不管遇到什么情况，你都不会乱了阵脚的。你对我这么有把握？嗯，没错。可能是我当医生当太久了，我绝对不允许自己发生这种状况。小安，你答应我，你不要再做这么危险的事情了，除非我陪着你一起。
好，再喝一点。可能是我当医生当太久了，我绝对不允许自己发生这种状况。小爱，你答应我，你不要再做这么危险的事情。杨，哎，我跟你说一事儿啊，你可千万不能说是我告诉你的。今儿玉轩找我，预支了他明年一年的工资，还管我借了不少钱。我认识他这么多年了，他从来没这么干过。我猜。他可能遇到什么大事了，大事。陈哥，你说会不会是杜猛拿着雨轩什么把柄啊？然后现在拿这个把柄来威胁雨轩？这我可就不知道了。哟，朱莉姐，你也来拍定妆照啊？佳宁啊。说过多少次了，你比我大，不用叫我姐。助理你好，我去帮你拿衣服。好，谢谢。助理姐，我之前一直听说 Style 想推您跟齐越，我也觉得你俩特别般配。不过，听说齐越已经有女朋友了，对方来头还不小，是咱们西江冷月资方于总的女儿。他可是专门为了齐越从美国跑回来，于总也为了讨女儿欢心，大幅度修改剧本，增加齐越的戏份。是吗？我没有听说过我们公司想让我跟齐越组 CP， 不过倒是可惜佳妮你了。本来可以借女一的热度，不过佳妮你一直都是演技派，也不在意这些的吧？我不跟你说了。去拍定妆照了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英，你还真找那小子拼命去啊？男子汉说到做到。我可跟你说啊，那小子练过泰拳，你找他拼命等于自杀。我为了雨欣，我什么都不怕。你跟他慢慢聊吧。哎，你说。你是怎么威胁雨轩让他跟着助理钱的啊？你神经病吗你？孙玉航，你有病吗？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我跟雨轩在一块儿的时候，我俩是认认真真的。雨轩是个好姑娘，我也知道，我用不着你在这给我指手画脚，你知不知道？那你同时交往好几个女朋友怎么说？我陈哥，你这个一码归一码，咱俩之前也聊过，我跟雨轩在一块儿呢，其实没有别的，只是他想要的是一份稳定的感情，甚至是一个稳定的家庭。而我呢，就恰巧这个给不了他。我没想过被婚姻束缚啊。所以陈哥，这个你懂啊。你这个人渣！你给我，你让他说，你让他说。陈哥，是这样的，这次来呢，弟弟是跟你告别的。我要走了。你要去哪儿 ？Hong Kong。好好说。我去香港了。那边有一个公司，一个老总看上我，他想包装我一下，给我出唱片，还有演唱会什么的，我也老大不小了，我也不能老这么混着。哥，咱俩之前也聊过这事儿，所以我想去发展一下试试，没准儿，我哪天说不定真火了呢，是不是？就你这臭德行，你还能火呢？你做梦去吧你！孙子，我告诉你，我今天高兴，啊，你别在这儿惹我。陈哥，正好。雨轩也不在，那你就代替我跟他道个别，说个拜拜。还有呢，这么些年你对弟弟的照顾，弟弟都记在心里。这有，谢了，陈哥。我好好在外边发展，回来之后我开演唱会，我第一个就在你这开，好不好？行，陈哥，那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去吧。哎，对了，孙子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刚才说那钱的事儿，爷不知道。你要想知道，自己查去。但是我提醒你啊，你的情敌
可能还不止一个。你给我回来！行了，差不多就行了吧。这狗皮膏药好不容易甩去了，你就稍高兴吧你。那你说雨轩拿那么多钱是干嘛呢？你问我啊？我问谁啊？你给他打一电话。杜猛，杜猛问。这样，你在哪儿呢？跟你无关。啊，我跟你说，雨轩，你就跟他说实话吧。这小子让杜猛打得特惨。你要再不跟他说实话，这小子指不定使出什么幺蛾子的。你把电话给他。雨轩，我给你发个定位，你直接过来找我吧。啊，好。怎么样？让我去找他。去吧，去吧。哎，你好，你找谁呀？我找苏星，我是爱星团的成员，我找他有点事儿。哦，抱歉，苏星现在不方便见你。这，有什么事儿上那公司联系，好吧？再见啊，何伯伯，哎，好久不见。哎，小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找助理玩。是啊，顺便过来看看您还有苏阿姨。来，进来。哎，何伯伯啊。这是我女朋友，能不能跟我一起进去？她刚才说，何伯伯，我以我姐姐的名誉向您发誓，雨轩真的不是坏人，您信不过我，也信得过我姐吧？嗯，好吧，那进来吧。你怎么来了？我知道你现在日子不好过，我平时也没有存钱的习惯，这是我所有的积蓄，你先拿着用，我先走了。雨轩，你疯了吗？陈哥给你这么多钱，你就是为了给他？我不答应。这是我的卡，我想给谁就给谁。我不能看你往火坑里跳啊！你怎么喜欢的人全是垃圾啊？杜猛是，苏星也是。你怎么说话呢你？我说的不对吗？他什么人品？我最知道了。你去了我老家，害得我姐跟方鹏结不成婚了。我姐来到这里，你害她跟朱丽姐吵架，所以我们搬出去的。现在你把你手还伸到了雨轩的头上。你太过分了！我不管你跟雨轩有什么前情，但是你欺负他就是不行。你现在还拿他的钱，你就是个吃软饭的孬种。孙一航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因为你是孙小爱的弟弟，我可以忍。马上从我家滚出去！我不滚，我今天为什么报仇？孙一航，你疯够了没啊？你要再敢多说一个字，当心我跟你翻脸。好，你现在还给他说话了是吗？那我不管了，行吧？啊，你的钱爱给谁给谁，跟我没关系。孙一航，快去追他，解释清楚，然后回来。我有话对你说。好。孙一航，要再走我就不理你了。你还来找我干嘛呀？啊，去跟苏星卿卿我我呀，雪中送炭多感人。
我当然要帮他了，他是我亲哥哥。还当然要帮他了，他是你哥哥。妈，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说。你说。其实这些年我一直去酒吧看雨轩的演出，但我没有跟他相认，我怕你会不开心，所以只能默默地关注他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这张卡是他送过来的。他是什么意思啊？在这个时候他想寒碜我们？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柯琴阿姨也已经不在人世了，我爸和大哥。苏醒啊，妈这么多年的委屈，流了这么多的眼泪，你就想让他这么一笔勾销了吗？自从爸爸离开这个家以后，你没有一天放下对他的怨恨。你心不累吗？退一万步说，就算你恨爸爸，那雨轩又做错什么了？他从一出生就背下这样不堪的身份，你还有我和小布丁，可雨轩又有什么呢？我红的时候，天天有人跟我称兄道弟，但是我现在出事了，他们恨不得马上跟我划清关系。是你教我患难见真情，你想想，在我风光的时候，雨轩找过我们吗？没有。可我们现在落魄了，雨轩把仅有的一点积蓄拿过来帮助我。就用这份感情，就不能接受他吗？毕竟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是他唯一的亲人。你不是一直对我家里人感兴趣吗？我今天就全告诉你。苏阿姨年轻的时候是个女强人，她为了工作总是出差，经常不在家，所以家里的事情都交给了保姆王柯琴来操持。一来二去的，就跟苏兴的爸爸梁威有了感情。难怪他一直换保姆。王柯琴就是我妈。啊？所以我就是个不该出生的错误。然后呢？然后，我爸和我妈离开了苏家，结了婚。可惜他们性格不合，我刚出生没多久，他们就离婚了。一直是我妈一个人带着我，日夜操劳。我初中没毕业，她就走了。你一直很好奇，我为什么会跟杜猛这样的人在一起。那是因为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，他说他会给我一个家。为了这句话，我忍了他很久，是不是很傻？雨轩，对不起，我出现的太晚了，让你吃了这么多苦，以后再也不会了。哦，我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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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。什么完了？我两次差点打了我的大舅子呀！谁是你大舅子？你少攀亲戚了。行了，你现在也算把我的身世搞清楚了，赶紧走吧。你还要去哪儿？他让我回去，有事情跟我说。我也去。你今天闯的祸已经够多了，赶紧回去吧。晚上立长八见。雨轩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家的，相信我。
苏醒。何叔。苏阿姨。你自己处理吧。阿姨的，没关系的。毕竟喝了这么多年，让他一时放下也不太可能。没关系，放心吧。从今天开始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就搬过来一起住吧。真的吗？玉轩，这些年真是辛苦你了，对不起，我一直没有勇气把你认回来。不管上一辈有什么恩怨，到我们这儿，毕竟流着一般相同的血液。怎么，想不想认回我这个哥哥？哥。哎，既然你认我这个哥哥，就没有理由让妹妹操心的份儿。家里现在过得去，这些钱拿回去。可是，听哥哥的话。让老何带你去看看房间。好。哎呀，好了，不哭了。你在干嘛呢？啊，明天小不点要来家里玩，我可不能还在医院躺着。身体重要，你病还没好呢，等好了以后再让他来也可以啊。我好的差不多了，而且每天在医院里吊瓶抽血的，好不舒服，还是回家好。可以吗？我可以出院吗，叶医生？啊，好了，那你答应我一件事，回家之后必须好好听我的，调理好身体。嗯，没问题。那我去跟医生打声招呼。嗯。这个别墅当初苏醒是完全按照家庭情况设计的，他从来不在这接待客人，所以一间客房都没有。你看，这是书房，那个是丽珍的房间，这边。这个是苏醒的房间，这个，这个是小布丁的房间。哎，真是不行的话，看这样行不行？我跟丽珍商量商量，让小布丁睡他的房，然后你睡小布丁的房。嗯，哎，那这个房间呢？这是礼物房，来看看。苏醒出事之后，这房间整理过一次，堆满的礼物都送给福利院了。本来我想，恐怕以后不会再有新的礼物送来了，没想到，你看，又送了这些。我们真是非常感谢这些粉丝啊，在苏醒最难的时候，
还能给他鼓励。他是嘴上不说，实际我知道，我了解他。这些粉丝的不离不弃，绝对是支持他度过这次难关的最有力的精神支柱。就这个房间吧。你确定吗？我喜欢这个房间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，我帮你收拾收拾。不用不用，我自己来就行。那也好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直接跟我说。好。嗯，哎，去了。嗯。玉珍，怎么决定的？住哪间房啊？礼物房。玉珍，说心里话，你能留下雨轩，我觉得你做的对，你在我心目中敬重又加重了一分，这叫大气。行了，别给我戴高帽子了。不是。你知道，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原谅他妈的。可是我又一想，我都黄土埋了半截子了，我干嘛要跟儿子作对呢？他们年轻人的日子还长着呢。我也希望，等哪天我走了，苏兴能多一个人陪他。呸呸呸！顺嘴胡说。李真，你还年轻着呢。老何呀，啊，咱家糖罐里还有糖吗？糖罐？嗯，没了。嗯，那我都吃了。忙你的去吧。好，我去看看。去吧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您的快递到了。这么快啊？那我马上下去。啊，还是回家舒服。知道家里舒服，以后就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别再让自己去医院了。谨遵叶医生的指示。啊，我去做饭。啥？嗯？哪有让病人做饭的道理啊？你好好休息，我来。我怎么觉得你对这里好像很熟悉啊？要不是我知道这房子是你朋友的，我还真会以为你是这里的主人。在你搬过来之前啊，我在这儿已经住过一段日子了，所以对这里的情况还有一些印象。难怪。嗯，你要做什么？清肺药膳。好了，我叫你。嗯。哟，雨轩。何叔叔，买这么多东西啊，这孩子这得花多少钱呢？没多少，何叔叔，这是给你的。小艾姐跟我说啊，你膝盖老疼。这孩子，谁都惦记着，谢谢你啊。没事儿，家里人人人有份儿。你看，我还买了一个这个扫地机器人。哎呀，这孩子，咱们家有一台了，你这不浪费钱吗？这个不一样，这是第二代，它呀可以喷水。而且呢，还可以控制水量，省时省水，方便着呢。好，好，哎，
我跟你说，雨轩，你苏阿姨可说了，不让你乱花钱了。一个女孩子，得知道攒点钱，以备将来不时之需呀。啊，我有你们就够了。那我先把这个给我哥送上去。这玩意儿还能喷水？科沃斯，名儿就洋气。Hello， 酷狗。哥，你听什么呢？你不是玩音乐的吗？你猜猜看。这你可难不倒我。我用酷狗音乐听歌识曲，搜一下就知道。是不是这个？拿了什么呀？马龙白兰度的影集，送你的。没少看我采访啊。跟你说啊，以后别这么破费了。我乐意。哥，你公司真的不管你了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听孙一航说的。真是没有不透风的墙。既然这样，那你打算做什么呀？我还能做什么呀？我一个演员，其他什么也不会。我之前听过你唱歌，你不是也会打鼓吗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去我上班的酒吧唱歌呗，跟我们乐队一起演出。我？不行不行，我都几年没碰了，手都生了。你练练肯定没问题的，而且我跟陈哥关系好，只要我开口，肯定没问题。但如果让记者拍到我在你们酒吧工作的话，我会给你们带来麻烦吗？这个你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那行，回头跟你们老板商量一下。好。叔叔，叔叔，哎，我们什么时候去小爱阿姨家玩啊？小不丁，嗯，小爱阿姨生病了，咱们过几天再去好吗？让她好好休息一下。啊，小爱阿姨生病了，那我们更应该去看她了。那不行，咱们不能去医院，医院里太多细菌了，你再传染上可不好了。要不这样，我呢，去看小爱阿姨，把你的问候带给她，好不好？那好吧。哎，你看，说小爱阿姨，小爱阿姨就到。我要跟小爱阿姨说话。小爱阿姨，我听说你住院了，你好点了吗？还疼吗？小布丁，我已经好了，谢谢你的关心。我现在已经出院了，要不你明天跟叔叔一起过来玩吧？真的吗？太好了！叔叔，叔叔，小爱阿姨说她出院了，我们明天就可以去她家玩了。让我跟小爱阿姨说几句话啊。嗯。喂。我已经出院了，而且既然都答应了小布丁，我就不想让他失望。好。小爱，你是想吃土豆泥还是鹰嘴豆泥？土豆泥吧。好，晚上。嗯，那个，叶朗刚好今天来接我出院，他说顺便帮我煮个药膳补补身体。啊，挺好的呀。他对药膳很有了解，对你身体康复很有帮助。他也是这么说的。好，那明天到点你跟小布丁一起过来吧，我待会儿把地址发给你。可是小爱，我对不起，作为医生，我们不能暴露病人的资料。你回来了，你怎么不脱鞋啊？没看我在打扫。分明是他在打扫。你
干嘛无精打采的？别提了，我跟你说个惊天的秘密。什么秘密啊？来。你知道苏星和梁以轩他俩什么关系吗？他俩真的有关系啊？什么？说啊！他们是。是。是兄妹。兄妹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个表情，我今天也这么蠢。你这消息可靠吗？你要是不信的话，你就问苏星啊，你让他再给你讲一遍。要不我帮你吧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对厨房的事情感兴趣了？你病不是还没好的意思吗？我怎么可能让一个病人给我做饭呢？对不对？这个怎么弄？你放下吧，还是我来吧。哦，对了，昨天一航跟我说你跟宇轩的关系。哦，之前一直没有机会跟你讲，改天我找个机会从头跟你说说。快递。应该是叶朗。进来吧。哎，苏星，来了，坐吧。你在啊？啊。我们开始吧。好。来。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？是没什么问题，不过还是要注意休息。留下来吃饭吧，我正在煮呢。不好意思，就说你不会弄厨房这些事，你看。这两天都是叶朗来帮我调养身体的，我和他之间没什么，你不要误会。没有，你跟他的事不用跟我解释。不过之前在医院，我好像听他跟你说。本来不是好端端的吗？怎么突然变成这个样子？那你本身就是一只做实验的兔子，所以他之前做过什么实验，身体上有什么细菌，我们一无所知。虽然我不是兽医，但是通过经验上分析，他病得这么急，病这么快，估计凶多吉少。什么是凶多吉少？不听，凶多吉少的意思呢，就是包你可能要去医院了。你先别说这些了。
之前可以医好把你，现在一定可以的，对不对？燕莎，赶紧到我局，马上送去医院。啊，我认识一个很棒的兽医，我带你去。来，小布丁，走。听说齐月已经有女朋友了，对方来都还不小，是咱们西江冷月资方吕总的女儿。不行，不能这样坐以待毙。已经做好饭，在家等你呢。嗯，我这就拍照片给你看啊。黑夜所以那么黑，星星看来更闪亮，插进最深的土壤，会开出不败的花，来不及就遗忘。他们捕捉我的光，你却看穿阴影背面的假装，在这座城市围墙，在这规则的广场，陪着我两个人乘风破浪。星空下的你啊，有最暖的心脏，就算我的梦做得跌宕，又能怎么样。星空下的下盔甲给你肩膀，再耀眼的星星也渴望被珍藏。他们捕捉我的光，你却看穿阴影背面的假装，在这座城市围墙，在这规则的广场，陪着我